高中教育会考将要登场，洛江镇公所甲复兴乡公所今仔日特别为着考生办理祈福活动，由镇长柯志宏以及乡长张元丁带领着考生向洛江文武庙的文昌帝君来参拜，祈求文昌帝君保庇考生考试的时阵稳定发挥，顺利考到心目当中理想的学校。考生祈福由镇长柯志宏以及乡长张元丁担任主祭官，带领着将要考试的学生做分享文昌帝君参拜。高中教育会考将要登场，洛江镇公所甲复兴乡公所特别为着考生办理祈福的活动，希望透过文昌帝君的保庇，让学生稳定心情，考试的时阵发挥上好的实力。今仔咱洛江公所甲复兴公所吼共同来举办这考生祈福活动。来到吼，咱这文武庙，这个文昌帝君哦，祈求文昌帝君，还有古文昌哦，能够复科甲，伫遮嘛，等于讲鼓励吼，在小朋友最后一里路的一个吼冲刺，那也为小朋友在自己的加油。今仔咱嘛准备吼，准备很多象征的吼，这个考试的好前兆的一些蔬菜，哦，比如说葱是长智慧，还有竹子是节节高升，还有蒜就是说在算术上数字的一个精算。各位那些琴就代表这个芹菜，就是代表一个琴血的意义，所以给他准备在象征的意义主要嘛是我在小朋友，我在学生能够再次的为他们一个加油。咱今日哩，咱复兴国中呢，甲咱洛江做伙来办这个来文昌帝君家来替我们这些小朋友来祈福。我们这些国中生呢，马上就要进入高中另外一个阶段。然后他们都非常的紧张他们有理想的学校要去考取。今天呢，我们特地来文昌帝君这里希望我们的文昌帝君呢来保佑我们所有的学生都能够金榜题名，考到理想的学校。我们非常感谢我们镇公所，还有福清乡公所呢一起来，还有我们的议员呢，还有说一些代表，还有我们的里长一起都来为我们的这些学生呢来祈福。现场嘛来了真侪贵宾，包括议员、代表、里长等等，大家做伙来祝贺在考生顺利考到理想当中的学校。有没有看到我手上的这个小物？逢考必胜，希望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够考上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的学校，逢考必胜。也感谢我们鹿港镇公所及福兴乡公所他们的用心安排。除了参拜以外，公所也为了考生准备了文昌笔，希望让每一位考生都能考试顺利。新中华新闻蔡良谦洛江采访报道。